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然后不断的捍卫它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，同时又不抱任何希望，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当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但同时又知道这件事根本无关紧要。珍惜很重要，内涵很重要，适合很重要，相处很重要。则以人深爱，等一人终老，痴一人情深，留一世繁华。人要懂得适时宽慰自己，人生之情感是自己的一场清华，只要心从容，即便岁月转角，依旧会收获属于自己的人生之心态，是繁华与孤独的交集。若懂得于低迷时宽慰自己，于纷杂时修正自己，则一池净水也可见波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